且已完成两公里，年底将完成桥梁下部结构以及涵洞。平安大街地下管线施工已完成32公里。菜市口南大街工程完成工程量的36.3%，南闹市口打通工程完成工作量的67%，水系治理和城市垃圾处理工程已全面开工，进展顺利。37项大型公建和社会事业以及公共设施项目已有4项竣工，年内还有5项完成。21项是改装修理和机电设备安装施工，11项结构在施，1项。早年间顺治康熙那阵儿，就街北这边事儿叫半壁街，街南边除了河沟子就是水洼子，因为现在好些地名像什么水道子、三里河、桥湾，还都是那时候留下来的。金鱼池过去也是一片水泡子。南城小石大街这一片年头多一点的，一个是药王庙，打这儿往东半站地，现在11中站，另一个是鲁班馆，那里边过去啊都是做硬物家具的。龙顺城，盯到现在买牌开着呢，签在永定门外边，专做榆木擦芯的桌椅，东西地道，万年牢啊。有一年前门外一家饭馆，两边吃饭的喝高了打起来了，好嘛，桌椅板凳全成了手指的家伙。等打完架啊，掌柜的一查，别的木器家具全都散了架，唯独龙顺城的连个漆皮都没刻下来。钱政府叫我呢，我过去当过警察，留下个口头语儿，咱们头顶国徽，代表政府。哎，这帮人干嘛的呀？啊，日本人吧，晌午可别管他们饭啊。要说困难，哟，房管局哪儿最困难？我，哎，老天，我跟你说啊，要说困难呀，就属这一片儿了。这地震搭几层偏煞的，这下乡的一返城啊，是一家变两家，挤得跟鸽子笼似的。哎，你就这几个破楼啊，那是薄皮大馅儿，真的一个褶都没有了。不跟胡说啊，人家是政协文史办，文史办历史啊，哟，那可竟是明白人啊。哎，你们跟房管局的在一个楼里办公？不，哪天给房管局带个话，跟他们说呀。不知道啊，那不都没有？改话，走，住一个楼吗？不错啊，回去。要论年头啊，那就得说是金台书院了。过去这书院这二门上呢挂一木匾，上面4个字是皇上亲手写的，广誉群才。后来这木匾不知道让谁给龙活使了。对，岳大临时刚好，过去这儿是书院的一个大专影呗，那里边那红楼是个中学。哎，我说各位，这片拆迁可是早晚的事儿。那是，各位给往上反映反映，到时候该拆的拆，不该拆的千万留住了。是里边看看，你们房管局的人吗？这儿没房管局的。这是眼神不太好使。您是田政府吧？我刚搬到金银石来，我那房漏，山墙跟尿碱似的，一片一片的。这早就听说您是南城的翰林，连政协来人都请您帮忙。您这是早就想访访您。我叫贾明，三角帆编辑部主编，人间文学院院长，群众文化科干事。您这仨人其实就一人。哟，这小院这么四致。哎，想必这就是那个何家小院吧。哎，一个老太太，仨儿子，4闺女。你就瞅这耷拉脸这老太太，甭别的，您瞅这做派就能猜出来，这是那种杀伐决断的老太太。何大妈，我听说咱们何家出身名门，光翰林就出了好几波，连皇上都不敢跟咱们瞪眼珠子。你这么说吧，前清那阵儿，何家哪一辈儿都得出几个当官的，都是清官，他太爷，老百姓给上过万民伞。都说您治家有方，家了外头都特别拿得起来，仨儿子都特孝顺。儿子孝不如媳妇儿孝，这当老家的讲的是这一碗水端平，多咱儿子媳妇拌嘴，我上去先啐儿子一口，啐完儿子我这再问今儿到底为什么。我不能让街坊四邻说我护犊子。这是何老大，小40的人了，到现在没娶着媳妇儿，从小喜欢书法。妈，
您挪个地方。这字儿念什么呀？仄。写诗填词儿讲究平仄。和这小院山墙是越来越歪，有场大雨背不住就得塌了。仄运楼。他在肉联厂上班，是文革前的中专毕业生，老脚自己能耐大，起码够个国务院参事。凭我？哎，他们见天见的让我看着个肉锅，我恨不得自个儿蹦锅里头跟他们一块儿煮喽。也甭说，何老大确实有学问，举凡北京的风土人情、方言嗜好，像什么养鸟、票戏、干炸丸子，没一样他不明白的。说那有什么用啊？他都快四十了，快四张的人了，盯到今儿个还光棍一个。哼，大妈，照说大哥这学问他怎么会？他不是这儿有点毛病吧？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瞅什么老大那对虎皮鹦鹉啊？造反派的手里那都攥着切菜刀啊！我们老大那么刚强个汉子，愣给他们下了跪。死说活说，那鹦鹉给送动物园去了。我们那俩鹦鹉，那叫有骨头，岳飞似的，刀搁在脖子上，嘿，眼睛都不带眨巴的，七天七宿一口东西没吃，愣眼睁睁饿死了。我们老大，一宿的功夫，一脑袋头发白了一大半。这话要让那帮汉奸听见，非臊死他们不可。话说回来喽，谁家有姑娘乐意往这片嫁呀？过去这片就是一条臭水沟，叫龙须沟，后来让政府给填上了，盖起的片简易楼。我们不是这片人，我头解放才搬过来的。就这小破院，告诉南北房。南房三间，北房三间，一间六米，加起来拢共多少啊？你挂好没有？喂，这是何老三，跟他的两个哥哥相比，何老三仿佛和他们隔着叫。他以社会学家自居，关心都是那些原本该归联合国管的事儿，像什么能源短缺、人口过剩、土地沙漠化等等等等。何老三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给自己起笔名一夫。丁一夫，不是老说我长得像根大钉子吗？我连姓都改了。直到八十年代，何老三无冬立夏还是那么件黄大衣，再加上他整天忙忙叨叨、口若悬河，比那传教的都忙，招大伙儿啊，给他起了一个挺俏实的外号——黄衣主教。打扮得像个养老道。一天到晚的挨那儿治沙漠呗，少生孩子呗，全人类。全人类是哪国呀？你们家房都快塌了，你知不知道啊？师傅，这老大和老三您不待见，老二可是可以吧？去年您给他娶了房媳妇儿，过一阵子背不住，您就能抱上孙子了。指不定孙子孙女呢。我呀，瞧错一步棋，一脸的横丝子肉，这再给我们添一孙子，我们家里还搁得下他呀？是，我们老二是有毛病，好倒腾点破的烂的老式家具。可是咱明白人不说糊涂话呀，喜好古物那是好事候。怎么？照我看，这仨儿子行，好吗？老三黄大衣，老二邮电局绿褂，明儿大哥再做身蓝袍子，您家了海陆空全齐了。这，不，好吧。我听说夜大高考，您家老三跟您儿媳妇儿全都报了名，咱们这趟街没人比得上您呐。不考学我没这么大罪过，就老二那媳妇儿念书对他是好啊，这刚怀上孕这就炸着起来了，呲咱们老二跟呲的孙子似的，只要再考上大学，非把我们老二蹬了不可。不信你瞅着。这是何老二，喜欢古旧家具收藏，家了住得太窄呗，媳妇儿成天耷拉着。哎，不亏心。哎，从打我干收藏头一起儿，我夜里做梦老梦见扛一八仙桌啊，不知道往哪儿搁。这么大的雪，哎，能不能找个人帮我打打伞呢？谁给你打呀？老太太美着你。老二他媳妇儿，你就是娘娘也不能让太后给你打伞。我上这么个大学为谁呀？指着你一辈子得窝在金鱼池。哎，我何老二，咱就这么耗着。
冻坏了肚子里这小东西，让你们何家断后。哎，我，这臭娘们考一破大学成事儿了，这是。何老二，你骂谁呢？他骂谁呢？他骂我呢。我下山了，我给儿媳妇打伞。哎，你这推车打伞可是您自愿的。你要是这么说，我自个儿下去走。哎，哎我可把丑话说在头了。孩子可是你们何家的血脉。哎，我说你坐这儿，坐到这儿。哎，今儿我要豁出去了，我也瞪回眼珠子。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欺负我欺负出圈去了。哎，我这辈子没跟谁大声说过话呀。妈，啊，您甭拦着。怎么着？哎，今儿我非我怎么着？我他妈干点收藏，算是犯这一家子手里了。我何老二，还不赶紧推着你这宝贝媳妇走？撺等着媳妇去赶考，当上驸马就辞了你。哎，赶子妞，赶子妞就派韩琦杀庙拾掇了你，快去啊！何老二，考场在那边，还他妈说在十一中，十一中飞机。妹妹，知道什么叫大学生吗？啊，大学生啊，搁到前清那会儿就叫举人。知道什么叫举人吗？举人又叫公车。知道什么叫公车吗？公车就是说啊，打那时候起，吃饭打车全由国库里拨银子。大学文凭一拿，那就是挺上了大牌，身份地位随之发生了变化，也不知有多少糟糠之妻将要变成秦香莲呐。你们家到底是干什么的？妹妹，什么意思？实话告诉你，跟你在一起我都害怕。一会儿从怀里掏出一沓美金，一会儿又拿张和哪个将军女儿的合影，还老说自己是干部子弟。一会儿你爸爸是安全部的了，一会儿又是哪个大院的了。哼，其实我早就打听了，你们家就住金鱼池。妹妹，你看清楚了。哎，你赵哥就冲我这身行头，我们家住金鱼池，我们家住那片几床疙瘩的简易楼。你得了吧你，你爸爸就是那个胡同口卖菜的。我没错，我爸是卖菜的，我爸是那胡同口卖菜的，成了吧？实话跟你们说，我爸是干什么的，连我都不敢问。据我所知，文化大革命以前，我爸常住东欧。至于是谁派他去的，派他去干什么，别说我了，连我妈都不敢问。不过也没准儿，因为工作需要，化上妆，卖过两天菜，让老街坊们认出来过。哎，这话说回来了，卖菜不也是为人民服务吗？你们。我买对西红柿。真他妈寸黑，今儿出门没看黄历。哎呦，老大，赏我回家吃饭不？大爷，忙子，大妈好啊。哎呦，这大爷可不是凡人，打五几年就在胡同里边卖菜，五九年还入选过群英会。师傅大爷，谁大爷？我是你爸爸。您是我，没错，您是我爸爸。您是我亲爸爸还不成吗？哎，这他妈犯什么病了？这是好嘛？您说这人啊，他要一在大学里边工作，怎么那么多人想当我爸爸呀？那个电影《英雄儿女》里，有一个会修汽车的公鸭生老头怎么说来着？啊，王芳，你有一个老工人的爸爸，现在又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俩爸爸，真他妈过！老爷子，咱们这么着得了。您呢，回家把您那存折敛吧齐了，然后咱爷儿俩呢找一背景地方过过数。您给我立一字据，说我是您儿子，别回头哪天分遗产的时候，您那帮真儿子拿着切草刀饶大街追我。我他妈抽你！忙着呢，您。哦，这是不认我，嫌我是个卖菜的。嘿，小子，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他妈哪天我憋足了劲，就穿着我这破围裙，我得好好的寒碜寒碜他。萝卜白菜西红柿，这同学，你
起，请用我的笔名丁一夫。啊，一夫同学，你这报考什么专业呀？社会学系啊。你们是记者啊？我跟你说啊，据说啊，这可是据说，最终的录取分数线，理工科要高于文科。是。说好听点的，这反映出当局教育政策上的短视；说难听点的，这是不识数。无论是西方工业革命还是欧美科技革命，向来是以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为先导的。哦，你以为中文系就是写作文教人编瞎话，美术系就是画小儿书给小兔抓门脸？老百姓文盲那么想行了，您那是搞招生的那么想，那就瞎猜了。照这思维，宗教系是干什么的？教人算卦，上坟地帮人看风水。哎，一夫同学，听说你用的这些调查材料，纯粹是你自己的个人行为。当然，哎，同学，当然是咱的个人行为。同学，您看咱这表上问的都是些什么问题？过去填表哎，一上来就是家里有几口人，结没结婚的孩子有多少？您说那些事儿您管得着吗？你管得着？您倒没问问人家饭量怎么样，挤公共汽车是扒着门框的还是揪人的，有用吗？但用没有。您得问点大事情吧。人类生存面临着哪几种危机？完了吧，没人言语了。一副总监，一全球荒漠化问题，二人口过剩和能源短缺，三环境污染，这些事儿该归联合国管呢。是归联合国管，可是这些年您说联合国干什么去了？我跟你们说，哎，我对他们意见大着呢。一副总监，万一你这回考不上啊？那就说明现行考试制度的失败。嚯，还得跟那老师说。真有学问，牛掰！哎，到底是十一中还是幺七八中？你瞎呀？这上面没写的呀？哟，婆婆给儿媳妇飞车打伞，真有意思了。何老二，是我自个儿走，孩儿你接着拉。这么远的道我都推过来了，到跟前了你下来，累死我也不能让儿媳妇挑我的理儿。走，老二。小子，哪天二爷喝点酒，借着酒劲儿，非给你拿个龙不可。何老二，啊，停下。人家说说着，跟你要玩，你会睡着？不是你盖着点。你怎么那么爱生气呀，现在？你慢点。对农民，更确切点说是对小农意识的改造。人类面临三大难题，人口、能源、环境，而在中国这三大难题的唯一症结就是农民。小农意识使得超生游击队四处泛滥嘛，使得本来就紧张的中国人均资源的分母不断的膨胀。再说环境啊，同学，大家想想啊，千千万万个阿 Q从农村的土地上解脱出来，拥进了城里，您那不是扯开那个特大号的潘多拉盒子吗？照您这么说，中国离不开农民，而所有问题只要农民一掺和，准完瞎猜。人家毛泽东说过了，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泽东谁呀？人老人家是明白人呐，关键是对小农意识的改造。可是难呐，小农意识就好像人身上的毛细血管一样的无处不在的。那大学里边总还不至于吧？不至于，你以为大学那是真空啊？哎，我跟你们说，哎，去年中文系一哥们儿，农村来的，平常老爱吃人家的东西。有一回从乡下带瓶香油回来，宿舍里几个哥们儿想挤了挤了的，说：“哎，你的香油我们得尝尝。”没想到把他给吓坏了，哎，半夜起来咕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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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香油全都给啊，闹得他哎连着拉了四天的稀，那所有的裤子的屁股沟那都是油斑，满屋的香油。一波同学，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的婚恋观？啊？你的婚恋观啊，我记不得是不是马克思说的了啊，说是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能说得清，而唯独爱情是永远也说不清楚的事情。哎，这老头所有的哲学包括造反拿刀子跟资本家裹乱咱服气，唯独这一条咱没服气过。搞对象吗？您不会把您的条件定清楚吗？价码摆在那儿了。我搞对象，我得在对方一切条件包括相貌都得让咱们满意之后，还得等对方主动向咱们提出来，咱才给予考虑。你说是不是？我不行，脑袋长得跟赵似的。这是什么问题？你要问，你要问，这
兄弟怎么那么牛啊？我跟你们说，一个女人如果她爱你没爱到那个份上，她能主动向你提出来吗？她只要主动向您提出来了，那就说明她扛不住了。那时候咱再伸个胳膊搭把手把她捞上了，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你说谈恋爱是道理，女人好事的女人了，干好事了，快去吧。我叫张萌，第一次见到他我就被他征服了。哎，你干嘛老这么盯着我？转年我就嫁给了他。老三，老三，哎，妈呢？不知道啊。哎呀，了不得了，咱们家的南房塌了。嘿，真可以。刚有人跟我说结婚的事，我们家南房塌一间。工程完工后，从北京展览馆至首都体育馆之间将增设一系列的旅游休闲设施，还新建一座现代化多功能的交通枢纽，这里将成为中关村美丽的南大门。以北京展览馆为中心的西直门外地区约4平方公里，它东南面向中心城区，西北与中关村科技园区相连，是连接城区与西北部新建区域的重要枢纽。随着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的全面实施，西直门外地区又有了新的功能和内涵。西直门外改造工程包括西直门外大街的拓宽延伸。锅子，锅子开了吧？锅子开了，我可开始住酒了啊！今儿这幺蛾子可是我出的啊！三伏天，四骡子汗流，吃火锅子，图什么？图什么？图的就是为了咱们大家伙记住了，尤其得让政府记住了。是，老田啊，田政府啊，咱金鱼池的居民可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嗯，咱们这儿的煤改方案早就递上去了，你别这瞎乐。今儿这事儿可是我干的啊！我这人呢，一辈子想当官啊，一辈子连个小组长都没当过。哎，您还别说，有那么一回，上小学4年级的时候，小哥几个上龙塘湖偷老玉米，拢共4个人，一个没糟践，全让人逮着了。干这事，你说派出所那主任，哎，也不怎么看上我了，拿手指头戳着我脑门子，告诉说，今儿下午这4个料全都归你管。你当头少一个，我活包了你，就算是当了回官啊，就算当官啊。哎呀，今儿咱们这席啊，头一档子是丁一富和张老师结婚，新婚之喜。恭喜！哎，今儿一大早起来，嘿，谁见我谁都说，赵家宝，瞧你家那派头，怎么像老丈人呢？喂，二位新人。瞧见后边那大标语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是我们的基本国策。茶几上那套茶壶茶碗可是我送的，那叫基本国策，我可给搁到茶壶里了，别回头晚上使的时候抓瞎。有没有正格的？说正格的，合计小院南房塌了，二位的新房。可是老田跑断了腿儿，由这个简易楼里边给磕出来的。哎，我得说两句。这老田为了他们俩的事儿是着了大急，帮了大忙了。哎，真是，没错。我仅代表我们全家。哎，起来，起来，给老田鞠躬。哎呀，应该的，应该的。二舅，三舅。顺便说一句啊，张老师已经辞职，拿工农兵学员不当菜。张老师柳眉倒竖，杏眼圆针，姑奶奶不伺候你们了。我话说回来了，张老师，您嫁给老丁，这辈子您情着吃香的喝辣的吧。您这辈子生活我可都给您策划好了，您是穿着貂皮大衣，手里牵着小羊狗，出入歌厅赛马场，没事儿，哎，再弄俩情人给我丁哥制造点痛苦。来吧，为了丁一富，以今后的痛苦与醋意，干了他。来，恭喜你，恭喜你，我
春，你们家可就你这大姐来了，老太太不露也就不露了，你说大爷和二爷也不露，这差点意思吧？还大爷二爷呢，这家里头都打成一锅粥了。哟啊，哎，大姐，你们家老人家两口子怎么一人抱一孩子？双胞胎，那能耐大了。哟，双胞胎。谈话案清早早期的开价760，黄花梨太师椅才290块钱，抗琴红木连三。我要是有钱有地方，我拿卡车我都拉家去。我可我这就40块钱。我哎，这是什么花盆架子？哎呦，这么便宜，别看它是柴木的，可它满工啊。这个怎么着，该回去给孩子喂奶了吧？啊，您摸了半天了，手有那么多汗，您在这儿多转一会儿，我们这些家具都省得打蜡。师傅，您这花盆架怎么卖啊？那不是写着呢吗？80。师傅，我这是跟您商量 啊。哎，我为攒这几十块钱，我连孩子奶都掐了。哎，我拢共就40块钱，您看您能不能给我稍微……听我说啊，给孩子掐不掐奶，您跟妇联商量。40块钱，我拿马粪纸给您糊一个得了。兜里就40块钱，想玩家具呢？您算了吧，您。不，师傅，还不瞒您说，我一到我看见我喜欢的家具，哎，我这心跳就特别快。怎么着？不信啊？哎，不信您摸。啊，得了，您摸好吗？这大热的天的啊，就您这打扮，这男不男，女不女的？哦，我把手搁在您胸脯子上。让一个不明底细的人一看，我成老流氓了吗？这不是，嘿，不单心跳得快，这说话还结巴呢。一到这时候，我浑身发热，我看什么都是俩啊。要不然这么着，师傅您呢，给我号脉。没听说我这卖家具带号脉的，我这不是您号。我说，你这脸怎么跟块大红布似的？是不是？您我干脆我给你号得了啊。哎呦喂，您那脉怎么都连成一个点儿了？是不是？爷们儿，为了一花架子，你可别躺在这儿啊！是师傅，哎，我跟您说，为这几十块钱，我连孩子奶都……是，哎，您摸我脑门儿。哎，我撒手，哎，啊，我说40就40，40就40，谢，您走，您数数。哎呦喂，40，掐得我半拉膀子木了。赶明儿再跟您做买卖啊，我先带上个护腕。怎么？哎，那高兴他哭。哎呦！哎，师傅，哎，您现在再号号我这脉，现在我这脉多正常？不摸，我可不摸，好吗？一碰上买不起东西，您就让心脏乱蹦，你可真有学问。这东西怎么拿呀？骑车来的。啊，师傅，您受累，先帮我把这孩子绑后背上。我说那么多事儿，这孩子摔着我孩子那折了，家里都快没有搁人的地儿了，还饶是你往回倒腾呢？你也跟你捣乱，怎么哄你都不行，不用哭，救了你。哎，你瞧见没有？没事，打的我呀，我腿真。那您刚才脸色没有？不光为家，我这没着急。
是真想哭啊！我看这么有学问，还会叫板。对不住大伙了，耽误大伙功夫了。我呀，姓赵，叫赵传喜，知道是你们单位这位赵家宝先生他爸，亲爸。哎，这是我的结婚证。哎呦，这是他的出生证。这是我们家户口本。哎，这上面可是明明白白的写着，户主赵传喜，赵家宝系赵传喜之长子。我这里要半句瞎话，你们立马给我送派出所去，我绝不喊冤的。别着急，别着急，打这么大点，这么大点啊！我跟他妈就拉扯着他，一把屎一把尿。他呀，也不是老不认我，没人的时候他认，只要是一带着姑娘，乖喽，他就再也不认我了。他跟人家姑娘说，他爸爸五六十年代一直在东欧。您说说，我上东欧干蛋去啊？上趟西四牌了，我还发怵呢。他还跟人家说呀、啊，说我在那个国家安全局还领份薪水。您说说，那国家安全局不瞎了眼了？不瞒大伙说啊，我拢共就上过四年小学。那时候咱家里穷啊，上不起学呀、啊，这丢人吗？不丢人吧？不丢人。说白了吧。他就是嫌他爸爸这家住在金鱼池，可住金鱼池怎么了啊？这是破点，国家不正想办法吗？你得融工分不是？再说了，政府已经派老田下来摸底了。赵大爷，您别这么说呀，不是咱们这儿的微改方案虽然递上去了，可到现在他没批下来，没味儿。哎，这儿子一有了能耐，他爸爸就不许是卖菜的了，有这条法律吗？要真这样，这年头不混了蛋了吗？我再喝口水。老爷子，老爷子，还在印厂的呢，您呐别再接着往下演了，我收您这爸爸还不成啊？你还逗吗？您一家子哪有不开玩笑的，您说恼就恼。他妈开玩笑开玩笑，你小子可真会扯溜子。赵家宝，哎，我服你了。嘿嘿，哎，我叫赵传喜，赵家宝的爸爸。我们家就住金鱼池，我就是卖菜的。哎，我叫赵传喜，赵大爷。这回我算红了，嘿，整个金鱼池没有不认识我的了，谁是爸爸呀？金鱼池，您是爸爸。平安大街新街口南大街至育幼胡同开始进行大面积的沥青混凝土摊铺，拉开了平安大街工程道路铺装的序幕。为了确保工期，承担施工任务的市政工程总公司在工程建设中采取东西并进、中间突破的施工方案。工程自二月份开工以来，已完成各种地下管线40公里，路床基础7.1万平方米。目前，广大建设者正以昂扬的斗志昼夜拼搏在施工现场，确保12月初北李士路至新街口南大街、东四北大街至东四十条共计3.2公里的路段具备通车条件。通过各有关部门和开发建设单位的共同努力，我市经济适用房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首批确定的19片经济适用房目前已经开工了，望京 A4区、八王坟平台、北路园等14个项目开工面积达到了230万平方米，其余几个项目正在进行开工前的准备工作。经济适用房注重了工程质量、环境质量和使用功能，房价低，标准不降。经济适用房不是简易房，而是高标准房，各部门要把施工质量和综合环境质量放在第一位，保证安全。我问你，我的黄大衣呢？我问你呢。扔了。什么扔的？这什么？这什么？嘿，你，人家刚拆的。哎呦，服务社也学会宰人了，7块呢。这地板革是你买的？你不是一直吵吵要铺地板革吗？那是5年前。哎，到这会儿人家都不用了，都淘汰了，您倒给弄家来了。哎呦，这破地方吵心里就堵得慌。你到
上下一股子咸带鱼味儿。瞧瞧你瞧瞧，这屋子里还有下脚的地方吗？明儿哪天一着火，跑都跑不出去。住这么个地方，甭管干着什么，想起来就呼的一身燥汗。说痛快的怎么着？别装死，你说话。看来你是打算在这儿住一辈子了，丁一夫。哎呀，人家不是打报告了吗？大学分房子按职称走，我这不刚定职称吗？不就是个讲师吗？就您那穷学校，副教授连个两居室都摊不上。哎，你为什么不想想办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啊？我怎么不想改变呢？你看，这不是地板革都买了。我说的是根本，根本。凭什么我要调动工作呀？我有我的事业，我有我的理想。行行行，别吵了啊！邻居都睡了。我说以后你再说这些事情，我跟你没完。求求你别吵了。你工作不顺心，人在大学。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把人气得嗷的，你倒好哈！你这，我叫你睡。睡睡睡！哎，我不是，哎，我说你干啥呀？三更半夜你干什么？干什么？你会知道？你装什么蒜呀你？你混蛋！哎，我说你骂我哈，行，你骂我，哎，你瞅着，我呀都给你记下来，嘿，我到时候找你们单位领导去，骂我，嘿，还推我不让我睡觉，是不是？嘿。让你记，哎，记，行，你撕，我也记得住，哎，不行，我这眼睛直发花，我不能跟你这样的畜类生真气。何老二，我就凭我刘玉兰嫁给你，我是瞎了眼了，请尊重一次我的意见，委屈你一下，这么小的地方别抽烟了，行吗？你呀，你是看我哪儿都不顺眼。刚搞对象的时候，你说我什么来着？你说我拿烟那劲儿特有派，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哟。很多夫妻结婚多年，互相之间并不了解。哎呦，我听你这话怎么那么惆怅啊？我告诉你啊，我从来没压迫过你。你是没压迫过我，那么多年来一直是我自己压迫着我自己。丁一夫，你了解我吗？我操，越说越玄乎了。你嘴够干净点。那么多年了，我心里这种屈辱感，我今天全告诉你啊，我全告诉你。呀，叫板！行，想唱什么就唱。快走啊！别愣神儿。那么多年了，一直以你为中心，我一直生活在你的阴影里，从那一开始。等会儿，什么？你生活在哪儿？嘿，我听这话怎么那么酸呢？你以为你自个儿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吧，你是只有欲望没有理想，你要跟我说什么呀？说，别玩虚的，捞干的。丁一夫，我要跟你谈三个问题。哇，真是越来越有学问了。哎，两口子在家里商量事儿，还在打草稿呢。哎，我告诉你啊，丁一夫，您这不叫幽默，叫耍贫嘴，知道吗？啊，谈不谈，不谈拉倒。你凭什么这么混蛋呀你啊！嘿，你干什么你？何老二，我服了你了。一到你把我气得分分的时候，你就俩眼直勾勾的盯着灯泡。你可太不是个东西了，我一天也不能跟你过下去了。瞧清楚了，离婚协议签字。哎，别欺人太甚啊！真以为二爷一点脾气都没有啊？拿张破纸跟我这儿瞎走喽？告诉你，不是我吓唬你。哎，想当年《水浒》里那阎婆惜，就是拿张破纸在宋江面前瞎抖喽，惹得宋江把那娘们脑袋给炫下来了。就你何老二，我借你点胆儿，你炫，你不下毒手不是人养的。第一步，我告诉你，不谈也得谈，你给我坐好了。一，关于你工作的调动问题。我工作怎么了？啊，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啊，时间充裕，课题又不拘泥社会学。你比如说啊，开发中国西部，十世纪以前中华民族开发的是黄河流域，十世纪以后中华民族开发的是长江流域。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下一步就要开发西部。哎，你怎么都知道了？我都听出讲子来了。您以为开发西部的理论是您创造的，中央比您明白。哎，你别说，你能不能把这话痨的毛病摆一摆，让我完整的把问题表达一回？你说，我不插嘴，我要再插一句嘴，我他妈是孙子。你是谁的孙子？还
大学老师呢，嘴那么脏。行行行，我妈错了，我是我自个儿孙子。哎呦，你要的是签字，我不许你在上面乱画。哎，谁乱画了？让签不让？不让签，二爷睡觉。知道了，卓君基处从你在奏，就您一个送报纸的，还想过当皇上的瘾，我都替你臊得慌。嗨，您还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你是天下最大个的混蛋。送玉兰同志月，月什么？月你们一家的一帮混蛋！你滚蛋！看来你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家里这么窄边，你还是要收你那家具。那怎么着？不光在北京呢，还要跟你混蛋哥哥去山东。哎，去山东怎么了？我哥是上那儿叫蛐蛐谱，我是上那儿看点旧家具，怎么了？好，不是我吓唬你啊，你要是真敢这么办，我就劈了你家具，砸了后头大点蛐蛐罐子。哎，你敢？我信那个。我请你听好了，一。关于你工作的调动问题，我认为你应该走。哎，那可是一个部委的外事局啊，多少人对那个位置垂涎三尺。你知道我花费了多少心思吗？托人说好话，找关系，哩哩啦啦忙活了小半年呢。人家外事部门注重形象，为了慎重起见，偷着去看你。哪回我不是担惊受怕的？我怕什么呀？啊，我就怕您这件黄大衣。你倒好，我费了那么多心思到你这儿就俩字儿不去。哎，你是中国人不是啊？你怎么说话呢？一个部委的外事局哪样不比您这穷教授的强？哎，住悉尼年头够了，家属还可以去探亲。你不爱说话吗？到了国外您随便说随便嘚啵行不行啊？行，你不有仨问题吗？第二，我都白说了。你说过的调不调工作由我自个儿做主的。丁一夫，看来我得一辈子跟着你受穷，一辈子住在金鱼池了。好，既然你铁了心，我就跟你谈第二个问题，我调动工作。你又调动工作？这回弄一官吧，经营部经理。哎，明白了。我跟你说句题外的话，哎，我最讨厌那女人，哎，有点权利之后就那点沾沾自喜。行了，你还跟我商量什么？第三，这条不是商量，是我通知你，这件破黄大衣啊，必须给我处理掉，否则你别说我吓唬你，从此以后再不踏进这个家门。还有，您不是愿在那穷学校耗着吗？我就得出去挣钱，您就不能三天两头往外跑，往西北出差？行，你去挣你的钱，我维护我的自由。你去什么？你天不怕冷呀？你去什么？你去什么？你走啊你！旧居民景观区和居民住宅区，对它的改造不仅改善了城市面貌，还将大大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德外大街全长2100米，它是连接着二三环路的重要通道，但是目前这条路上最宽的部分也只有12米，而且地区人口密集，车流量过大，经常出现交通拥堵的状况。针对这种现状，北京市决定今年进行德外大街改造工程，计划把道路建成标准的城市主干道，拓宽至70米，主路三上三下，辅路两上两下。随着德外大街道路拓宽工程的实现，两侧危房改造也逐步实施，22万平方米的现代化住宅将成为德外大街上的标志性建筑。由于德外地区原来就有大量的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所以本次改造将利用此项优势，以建立科技企业孵化器为突破口，积极在这一地区培育出一批高产出、低能耗、无污染的高科技企业，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院。改造工程完成后，德外地区将白毛吧，这他妈个破偶，整个一龙地。是，今天这天非把大伙热死不可。哎，这儿拆迁那儿拆迁，就金鱼池没事，那帮有钱的主那点钱全拴肋条子上了，他们家来投资不是还有赚头吗？哎，我告诉你，买卖人无利不起早，是不是？都看明白了吧？
有能耐主啊，赶紧扑腾钱买房，逃活命吧。买房多少钱呢？你和假的作家，我这几天没见，怎么都作了腮了啊？我说您们见天见往家递了东西啊？文化站那点家底儿可扛不住您这么改了。哎，都是袋子吧？哎，有毛片没有？没心思跟你这儿打哈哈。这些日子背透。哎，来瓶酒，压压火。赵哥，嗯，夫人都好吧？好，好。他媳妇儿，难产。哟，嗯，三十多岁大姑娘头一胎，闹着玩呢。那边成的嘻嘻哈哈的，他倒好，没事人似的。有事人似的怎么着啊？跟着一块儿蹲产房使劲。不是那地方谁也插不上手啊。那后来怎么着了？啊，剖腹产。哟啊，剖腹产剖了？别那么邪乎，不就生个孩子吗？跟几个粉刺差不多。嘿，你说，反正手艺好的大夫还就跟摘几根韭菜一样。哎，不管怎么说，您这营养得跟上。医院的伙食不错，白米饭炒土豆丝儿，对啊，就吃这个。解放以前，皇上他们家媳妇儿坐月子，不也就熬锅小米粥，冲碗红糖水吗？哎，越说越没谱，快出院了吧，赶紧接回来，完了啊！哎，接哪儿来呀？啊，就这破楼啊，没他妈一根管子不漏的。你别说白天了，晚上都30多度。空调热水器又不让使，就一小电风扇，那跟他妈蚊子似的，就这都掉闸，一掉闸，呜家伙，跟扔到澡堂子里似的，翻这儿来。是，赵哥，拔个澡。哟，我说肉姑啊，哎，你这眼睛怎么肿得跟桃似的？他妈的，天热，他妈鸟招的。哟，包子啊。我要东西给我预备齐了没有？齐了。拿！什么眼病啊，这么厉害？嗨，说什么啊？是一元体，瞅着吧，跟他妈沙眼似的。哎，这俩眼不拿手扒都睁不开。看，不传染吧？不传染。哎，人没事儿，鸟不成啊。先是眼睛上起层白膜，慢慢的就瞎了，然后进呼吸道，后来后来跟上了岁数似的。最终一口痰上不来，万古。哎呀，人死不了。哎，鸟有药啊，外国进口的，300多一瓶呢。哎，太酷。这是那仨拍子啊，两盘不干胶。这那份雅丽德，火车票买来了，北京至泉州特快。行了，东西都收起来吧。我说肉姑，哎，你这是倒鸟去呀？那是。雷武，嗯，都是打奥斯吹利亚过来的。说人话，澳大利亚，哎，先有鸟贩子打台湾，再由台湾打海上走私到泉州实施。那玩意儿在奥斯吹利亚跟老家贼似的，多便宜。我说你这养利德不干胶乎的，全倒鸟使的啊。去的时候坐火车，硬座省钱，回来时候得坐飞机，坐火车鸟受不了。进机场之前，嘿，先拿这不干胶把鸟嘴给粘上，然后拿绳把翅膀给搭起来，省得过安检的时候它扑腾叫唤。过关的时候，这只手还得不断的轻轻这点提包，万一哪只没粘好，张嘴一叫就全完了。一上飞机就没人管了。操，这点他妈罪过大了，养立德非娱乐不可，功夫大了给鸟吹点氧。这值的。在泉州，绿桃脸一对小板800，到了这边。1500，哎，真的行了，别他妈这儿瞎乐乐了。我要那套行头呢。这怎么写的呀？就这呀，行吗？行妈呀，哥们儿跑东欧穿的就是他。真的？试试啊！我试试，穿上，哥儿几个看看怎么样？行啊，跟他妈花裤腿儿的，真的。哎，行啊，得运这个。行，合适。他妈的！好的买卖还得化妆，那帮海关都是势利眼。哎，总共上了不到6年小学，那生理装成都有学问似的，不瞎掰吗？没关系，赵三，东西先拎楼去，我奔他发廊给这俩鸟焗焗油啊。哎呦，今儿可别再停电，上回就是我给一蓝黑头都焗完油了，一切都办利索了，正吹风呢，啪，压停电了。不多功夫，这鸟啊感冒了。哎，我说这给鸟具有。
丹鹦鹉里的名贵品种，特别是蓝黑头里的墨水蓝，好的有上万的，刺的脖子，脑袋上有杂毛，价码上得去。上发廊整整容一焗油，价码立马往上翻。发廊理发馆有专门管鸟焗油的，10块钱一只。哎呀，哥们儿，今天你呀可千万别停电呐！我跟你们说啊，肉脯子那两只鸟可是3000块钱进的。哎，两家。
哎，我说大伙儿，咱收拾收拾，咱们奔天坛吧。规划确定的一座大型公园，东西宽1.5公里，南北长2.8公里，面积320公顷，其中水系67公顷，陆地253公顷。部分景点将于国庆节前向游人开放。朝阳公园是城区内面积最大的公园，要突出搞好大面积水面和开阔的绿地。游乐景点可以适当安排一些，要高起点、高科技含量，要搞成精品。高碑店污水处理厂是目前全国最大的污水处理厂，服务人口240万，占地1120亩，总规模为日处理污水100万立方米，占我市污水处理总量的40%。迎着清晨和煦的阳光，位于丽水桥北的北京市经济适用房天通苑小区里一派喜气。今天300多名首批入住的北京市经济适用房的居民领到了盼望已久的钥匙。它标志着经济适用房已由去年的概念化转成实实在在让老百姓青睐的质优价廉的好房子。天通苑小区花园里仍然是一片盎然的绿色，加上风格典雅的多层住宅，布局合理的居住户型，这些以人为本的建设主题是吸引百姓的重要原因。记者在已建成的房间里看到，百姓关心的采光、通风等细节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交通、就医、子女上学等配套设施也已齐全，真正为百姓提供了质优价廉的建筑精品。这是北京台报道的。我跟您说啊，我就没见过比咱们这儿还破的楼。不是呗，您听说人家那个天通苑人家哪儿啊，院子里修的一圈罗马雕塑小人啊，各种姿势，我们还呲水呢。哎，那不跟圆明园似的了吗？你们知道那个龙潭西里吗？啊，你看人家那小区长的，那绿地没治了。那老太太晚上吃完饭没事啊，就上大街扭秧歌去。你说咱这俩，您这儿吧，这儿吧，我支一仗，咱们凑合着住着不就得了吗？得嘞，您就挑吧，您找俩仗不算。废话。差不离都在这儿了吧？都在这儿了。儿子，哎，大姑奶奶，姑娘，哎，你别叫，天找你呢。大伙儿听清楚了啊，何家大姑奶奶，正钢厂的工会主席，党员，都认识。前日子下岗了，工厂散了，上礼拜接到办事处报的道，我跟办事处说了，我真不愿意在居委会里头干，一天到晚婆婆妈妈的。人带环儿，狗带牌儿，耗子药给人家摆门前儿。我跟他们说了，要是干，我就是一把手重新组班子。哦，就连自个儿名字都写不好的人呐，我不要。哎，说的对。我也告诉你们啊，要是干，我可跟事儿妈似的。哎，大姑娘，大姑娘，还真得有个敢说话的人，什么事儿也没这事儿重要吧？拆迁，拆迁，北京城都快拆平了，还轮不到咱们这边。就是啊，这儿建小区，那儿建小区，望京望京。对，都修到四环了，还不修修我们这儿啊？咱们这片要是平房啊，他早推了。就咱这破楼啊，还不如平房呢。平房差远了。那平房一推，啪，那盖起了20层，一块地皮，啪，那变成了20块。咱们这片呢？54栋简易楼，你瞅瞅，你瞅瞅，这人挤得跟那鱼肉罐头似的。咱们这片要是拆迁安置的人数，得比平房涨出来3倍，这是其一。这是其一，其二，大李安仔，大伙儿的吉林后头祈年殿，专家们说了，北京古都天坛左近盖的楼房不能漫过祈年殿去，4层5层，撑死了6层。哎。外带还得挖一个新金鱼池，留足了绿地水面。人这么多，地皮又长不出来，拆这片有便宜占吗？哎，都不言事了吧？其三呢，咱们这片是老城区，那地下地上的水管子还有下水道，不是咸丰时候的，就是光绪时候的了。哎，民国年的，民国年那比你爸爸岁数大。谁拆这片的地底下，就得先多收他一份钱。哦。
那投资商、台湾、香港买卖人、哪个是傻子呀？那眼睛都跟小刀子似的，不看这东西，毛变五块，变五百块，没人往外掏钱。合着没人投资，咱就跟这儿这么耗，多新呀、啊！你当就你一人那么上心呢？那还有谁呀、啊？上头，区里市里，比你级大，他们得饶势力给人家客气。就我这官，横比那芥菜籽都小吧？前日子急得我，先是犯了痔疮，没几天又一嘴的泡。局长跟一帮投资商那儿谈判，那帮孙子四个钟头没一个往外掏钱的，局长急得眼珠子直冒血丝儿啊，啪一拍桌子嚷了嗓子：哥，奶瓶子。哎，我说听着呗，不嚷说你的瓶子得了，你等着喂碗奶，一拍桌子嚷了嗓子说什么，你说你的，说什么，说呀，你我告诉你们说，想发财就别上街吃来，想留名声上金鱼池来，我还真不指你们了。金鱼池这片我要把它弄成民心工程。说到这儿，把小褂纽扣哗啦就拽开了，一拍胸脯子：哎，那区长不是女的吗？哇，这是什么？哎呦喂，那女的是副区长。真是，不是这老区长谁说的？不是，我说的。别好听了。拍胸脯子，啪一拍胸脯子，我告诉你们说，你当我非指你们不可呢？大不了政府拨一笔钱，不过今天我也跟你们说句大话，金鱼池经济适用房的投资按微改方式运作，但是你们听清楚了，我要把它弄成商品房的质量，至少到2008年不让它过时。刘秘书，请他们走。扭头一摔门，啪出去了。哎，老田，老田。老田那就政府拨钱嘛。是啊，是啊，这政府赶紧拨钱不就结了吗？对呀、啊，政府赶紧拨钱不就结了？这一个国家呀，跟一家子人家一样，那点钱他得算计着花。盯着桌上那小堆钱，他且得琢磨着。说这个拢共这是100来块钱啊，西院嚷嚷小半年了，要吃顿春饼，这回答应他吃吗？是吧？国菜粉丝炒合菜鸡蛋饼。就这顿春饼好歹一算5块，这就先拨出5块。北院打立秋就吵着要吃顿涮锅子，这回也答应他吧，是吧？吃咱还就不将就，羊肉咱们要西口羊，大三串小三串，五寸盘让他两头冒，佐料咱们也凑个西京盘，腐乳糖蒜卤虾油一样都不能少。嗯，就这顿涮锅子一算8块，嘿，这就又先拨出8块去。南院金鱼池漏，得调顶的。管账的一听这个，脑瓜子嗡的一声，调顶的，少说得7-80块。再一看桌上那堆钱，哎，还真够。嘿，答应大伙儿调，哎，让大伙儿都痛快了吧？是啊，这几份钱啊，这说话就要往下拨。就这功夫，出错了，又出什么错了？什么样子了？东院啊，台湾，那什么灯，那。李辉灯，李灯辉，甭管李灯不让李辉灯了，就是他，憋着分家令过啊，偷着制了5把手枪。嗯，这边一看，这还了得了？这边手使的家伙切菜刀、火筷子呢，赶紧的买手枪。再一看桌上那几份钱，得了，不漏了吧，重新另安排吧。涮锅子就别吸口羊了，是那么个意思行了。不行，预备2颗白菜，让他们涮白菜吧。哎，我金鱼池调顶的。明年开春再说了，哎，实在不行也给他们支一锅子，让他们跟着一块涮白菜得了。哎，老铁，啊，我们拿金鱼池调顶付钱买手枪啊！铁，你得勤往上反映反映，不叫唤的孩子没奶吃。不叫唤，哎哎，我老铁，啊，哎，你别挨着说这么热闹，大伙让你反映你就反映去。去了，昨儿还是前儿，我直接问区里，我找区长，区长正开会呢。我见了区长，就把西院春饼、北院涮锅子、金鱼池调顶子、东院掷手枪怎么来怎么去跟区长这么一说，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呢，区长站楼道里跟我蹿了，说你怎么能跟大伙这么说呢？啊，买手枪的钱咱们早就预备下了，买手枪是买手枪的钱，调顶子是调顶子钱，真是的。财务，立马把财务喊来了，
说你领他到仓库看，啥的出去瞎乐了。我跟着财务到仓库一看啊，货架子里手枪、卤虾油、粉丝、糖蒜、冻豆腐早都齐了。我往仓库里边走，货架子旮旯那儿搁着小纸包，我拿过纸包来，上边写了一行小字儿：金鱼池调顶子。我打开纸包一看，耗子药。嗨，你钱，老钱，瞎编，不是你是不是瞎编？行了行了行了，咱老田头顶都不站不正，咱不能蒙大伙儿吧？哎，老田，你瞅咱这片儿啊，有点钱，有点权的，可全搬走。那是。可这片儿连一副科级都没有，他们老百姓没人管，可不就拿你当个官儿吗？你得跟我笨蛋。是。老板，我是官。嗯。您知道我过去当警察的时候最大当过什么衔吗？什么衔啊？第二副所长。说白了我就是普通警察。我不管你当过什么衔，我也不管你当过什么长，我就知道你代表政府，我得朝你要房。这片破楼什么时候拆我不敢打保票，不过就冲这帮大光膀子的，政府绝不撤手不管。用不了多久，要是不把这片破楼放躺下，您找我说话。行，期限是八月节啊，到日子不还钱就拉我俩耳朵。这还是后手呢啊，第一个日子考试立秋，那孙子咬牙切齿的，小子出了府，你要不把第一笔钱送到，就找一帮人打你一顿。您听听，拢共不就4万块钱吗？拉俩耳朵，和2万块钱一只。你还2万块钱拉一只耳朵吗？那2万块钱大家伙给凑凑也还算个办法。哎，您别说，2万块钱拉一只耳朵合算呢。你想啊，那东西在肉铺还带那么多脆骨呢，才卖7块钱一斤。有这个的没有？有这个的没有？人家急得跳河寻死的心都有了，您这还有心思打哈哈？您别，我不是怕
怕咱们老发愁上火，回头急出个好胆来嘛。哎，要不然我卖点器官？卖器官啊？卖哪儿啊？我卖肾。哎，国外一个肾不是多少多少美金吗？就您那肾，一国产肾也卖不出价来。哎，多少万美金呢？哎，要不然我卖户口。卖户口啊？我说你今晚怎么那么多灵感呢？你北京人跟外地人兑换户口，那外地人得贴补北京人2万块钱，净出幺蛾子，把户口弄外地去，医疗劳保找谁去啊？再说了，一户口不才卖2万块钱吗？那2万块钱怎么办呢？哦，再搭只耳朵。依我看呢，走一趟，倒一把，倒一把。嗯，去哪儿啊？东欧，匈牙利。匈牙利？别说的那么容易，那是出国，那我都快四张的人了，我给你找个人呢，石毛子。这你横信得过吧？嗯，什么都甭管了，起黄卡办营业执照，石毛子一个人全都给你办了，你呀就预备点跑买卖的本就成了。那跑买卖的本也不能就3块5块的吧？比3块5块多不到哪儿去，往那种地方倒的东西也就几块钱的小零碎。嘿，一瓶红油精大张药铺卖6毛，弄到东欧1.5美金，景汉兰戒指、洋丝袜子、羊毛衫，在这边上货也就是一壶醋钱。嘿嘿嘿，想什么呢？那孙子说出了福不还钱就打我一顿啊。哎，我有一主意。嗯，实在不行啊，干脆让他们家打我一顿得了。千里送行，终有一别。毛子，我可把人教你了，赔了赚了，你可把人全心全影给我带回来，别回头银子没挣着，您再给我抱一骨灰盒回来。赵哥，赔了算我的，赚了算他的，成吧？这里边的钱可是活命的钱，正好够一回程路费。什么时候在那边实在扛不住了，要不然发现毛子不是东西的时候，咱们打一飞机回来。赵哥，哥们是那种人吗？这钱可得拴在肋头骨上，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动，什么时候嘴馋了找地方撕嘴去也不能动这个钱。东欧那边可有红灯区，咱也不能拿这钱填炫。嘿嘿，你欢实点行不行啊？咱们这是出国，又不是上刑场，干嘛呀？老浪着脸跟荆轲似的，没谁派你上东欧扎谁去啊？您不是想当作家吗？那作家都有让人轰得满大街跑的时候，你就踏踏实实的去。万一，我说万一啊，万一赶明家里老头老太太有个3长2短，打翻抱罐，哥们儿全盯了。赵哥，还是跟着你去，他我心里踏实。您毕竟去过呀。去过，去哪儿啊？东欧啊，那儿干嘛去啊？那您那么多学问都是从哪儿来的？书上。哎，书上，东欧的中国淘金者，有用。合着您都没去过？您凭什么把我挖了？你这推不贴谱了吧？你拿着吧。哎，我说那可不行，这样干什么？说话就上炕了，还带退婚的。毛子，把人给我按住了。哥们儿，拜托了。赵哥，赵哥，哥们儿可忒难受。我操，贾明，没谁要卖咱们，你何至于跟霸王别姬似的？咱不是为了挣钱买房，离开金银池吗？家境点的，我告诉你，多山的地方就出好仇。西湖环山，山东的兖州，安徽的芜湖，我早就憋着出去走走。凭我和老大，我就不信我。
可我上了那个破班，把我拴那么瓷实，我见天见的一睁开眼，我就先看见一锅肉，我得教那帮傻柱子什么时候割花椒，什么时候割桂皮，早晚我得把这份差事辞了他。这回啊，咱们不光能会会眼周的玩家，赶上手壮啊，背不住还能弄回两条好虫来。哎，有人说南边天热不出好虫，纯粹瞎掰无知。大哥，你真以为我不愿意出去转着呢？都快把我憋死了。好啊，那搞收藏那老在城里转行吗？得通州水路码头。那江南的木器苏作宁作，哎，那都是沿着运河北上运到京师的，那通州大集散地呀，哎，只要您到那儿。可是大哥，您看我这脸，您看我脸上这手指头印儿哟，别看他天过小孩，可他没伤着气，论动手我不是个。这回啊，我想好了，我得逃活命啊，我得把我这点事业给弄下去啊。哎呦，你说现在这叫什么呀，吃不像吃，玩不像玩，人呐都钻钱眼里了，年头赶了。嘿，咱家呀还就剩这份家伙了，这可是咱爷爷那份治下的，这哪是黑蛐蛐去呀，纯粹是去亮行头。嘿，这根探子你别瞧着啊，它比耳挖勺长不了多少，可这上头啊刻满了八仙人，这份行头它就是张名片，明白主一看这份行头，他准跟咱这个软话，你信不信？不是，你说一老娘们儿，他管了我这么些年呀？啊，哎，大哥，哎，我这次出来，我把这月工资我一子没剩，我全带出来了。哎呦，那我跟单位请假说的也都是瞎话，全是瞎话。我他妈不，我倒没说瞎话。念书人是一辈子不说瞎话。嘿，大不了他们辞了我呀，正好。嘿，哎。大哥，快，火车！对不起，哎呀，丁老师啊，您可真是太忙了，这样日理万机，让我们觉得您比总理还忙。哎呦，严重了，严重。不过我确实是很忙啊，我只能给您15分钟时间，11点钟之前我要赶到中央党校的。哦，那好吧，是这样的啊，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医夫工作室在社会上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啊，对了，刚才送您回来的那辆奔驰。好像是美国大使馆的吧？以色列，是。我们想知道啊，这个医夫工作室下面的工作安排具体有哪几项？大致都是些什么内容？大致有两项，一是中国的沙漠化治理，二是中国的人口控制。你知道我们有一套完整的人口控制理论呢，需要一个边缘省份提供一个试验区域，进而在全国推广。我刚才跟你说去中央党校，那就是去会一位省委书记。哟，你都约好了？啊，没有。你认识？不认识。那哪个省的呀？那得到那儿再定啊。啊，到那儿再定？那中央党校可都是省部级干部。您工作室目前的主项是中国的沙漠化治理。你知道困扰人类的三大难题之一就是能源吗？而能源中最宝贵的是什么？水和土地资源。
成天就会耍贫嘴，电视台良莠不分误人子弟，实在是对不起。那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好吧。是说您家一直住在金鱼池一栋快要塌了的简易楼里边吗？那您夫人没跟您又吵又骂吧？每一位成功者的背后总是有一位乐于牺牲的女性，结婚这么多年了，我们没有吵过一次嘴的。为了支持我的工作，我夫人甚至说要提前退休，在家里伺候我的。什么？谁想伺候你了？满嘴瞎话，无耻！大名人您骑自行车，那中央党校可好几十里地呢。您，哎呀，您可真是太朴素了。朴素，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值得称道的。古人云：“俭以养廉。”人民教师既然为人师表，当然要率先垂范了。你看，你这一会儿自行车，一会儿奔驰，那以色列大使啊，都把您当大爷了。要搁别人啊，早腐败了。来不及，太朴素了。不朴素成吗？打的跟我老婆报销，非熟了我不行啊！就这还老闹着和我离婚呢。男人和女人之间一旦形成了厌烦，他们的感情就无可挽救了。烦死了，哎呀，烦死了。来晚了，好，马上开会。好，谢谢谢谢。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老师们、同学们，东风送暖。我们今天这个会啊，叫动员誓师会。首先声明，我可不是你们大伙动员去的，毫不夸张的讲，我是完全自愿的。我有一个观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梦想在初期阶段是面向东南，拥抱蔚蓝色的海洋，而成功的标志是对中国西部的开发。大家知道，中国西部的土地面积占全国总土地面积的1/2，而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10啊。所以我有个观点，这可不是吓唬你们啊，那就是开发中国西部是在基本上不增加人口负担的情况下再造一个中国。开发中国西部是艰难的，然而那里险恶的自然环境以及数千年来中国人征服西部的悲壮历程，却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创造了一个可以说是人类最大的博物馆，那就是沿着河西走廊所有的文化遗存，古丝绸之路，汉武帝时代的河西四郡，敦煌、武威、张掖、酒泉，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开发中国西部是艰难的，所以在这里，我代表我们西北讲师团向大家表示，我们到那里将启迪民智，构建开发理论，提供实践样板。我的话完了，谢谢。三爷我爷就跟小时候说瞎话被人告了黑状，总觉着家里有顿鸡毛掸子等着我。妈的，谁怕谁，大不了不就是100来斤吗，我爱谁谁。走西北。望京马家铺电话局经过建工集团1件、2件公司数千名建设者的精心施工，于近日全面竣工，并通过了质检部门的验收。被誉为亚洲最大住宅小区望京小区标志性建筑的望京电话局，可为望京地区80万用户提供各种电信业务服务。望京电话局将成为本市最大的电信综合业务大楼。
马家铺电话局是马家铺地区开发与小区建设同步进行的市政工程基础设施。目前这两个电话局已进入紧张的设备安装调试阶段，预计年内可投入使用。这是北京台报道的。龙潭西里地区原为60年代建造的简易楼已经破旧不堪，设施老化，这里的居民盼望尽快改善居住条件，但是由于人口密度大、改造资金难以平衡等原因，多年来一直没能实施改造。今年市政府采取了微改结合房改的新方式，调动了龙潭西里居民主动参与微改的积极性，从而顺利地完成了龙潭西里的微改工程。如今两栋漂亮的6层楼拔地而起，193户居民喜迁新居。老味儿，哎，老味儿呢？老二干嘛去了？我哪知道啊，明儿谁娶媳妇儿啊？他娶媳妇儿，这是你给他煲出来的饭呢？啊，不给吃，饿死他。不招瓷溜的东西，我告诉你啊，回老二一进门，你给我上去催他，抽他，骂他，掐着他脸上一块肉，不许撒手，听见没有？我掐他，我拧他，我给他那手指头缝里头啊，都楔上个竹签子，对，行了吧？哼，瞅瞅，这都快9点了，盯到这会儿了，还没剃头洗澡呢，你往这枕头底下这捂什么呢？哎、你瞅瞅，你瞅瞅他这破秋裤。啊，这都成了什么了都？我上礼拜就让他买去，明儿就穿这入洞房，费像那年老三似的，媳妇儿一过门，房就得塌一间。你说你散德性的东西，我叫你散，我叫你散。哎、妈，行了行了，行了，你我给我，我让你散，我让你散，我让你散。得嘞，给我把这凳子抬那儿去。哎，哎。老大呢？先躺下了。躺下了？他怕明儿累着，吃了片安定，先躺下了。嘿，他横草不捏树草不拿，凡事抄着手在那瞎出主意，他还累着了，可不要脸。哎呀妈，你何老大？哦，妈，你们可真是亲哥俩呀、啊！你们明儿什么日子？你们都当甩手掌柜的，你们非得应了街坊四邻那句话，大松心。你们妈，快去！和老三这个白活蛋，一日一日不露；和老二盯到今儿个下落不明。你个当大哥的，早早的你躺下了，你憋着把我气死了！妈，您这是怎么了？明儿老二结婚，我早点省下不对呀、啊。你忘了上回了吧？上回老二结婚，不光老二，连我都给折腾得够呛。好嘛，亲家那头姐儿七个，光鞠躬就把我给鞠晕了过去。觉不够，明儿我盯得下来吗？再说了，明天老二大寿，头七二七啊，是我一个人盯，不歇足了我早早就得散架。妈，那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您呐，听我的，也来上两片，早早歇着您的啊。我说老大，你这又出什么幺蛾子？你睡觉脑袋上还扣个罩子？我这脑袋呀，嗯、头晚不晌刚做好的，再好的发蜡，晚上睡觉那么一咕噜，明儿个就一点事儿都没有。人家老二结婚，谁瞅你呀、啊？你呀、啊，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非让我跟你着一辈子急，拉倒。你爸爸要是活着，我何至于着这么大急呀、啊、我爸、哎、您可不能这么想啊、嗯、您说哪一个当老家的他不得跟儿女劳神呢、啊、那10个手指头伸出来还有长短的，有孝顺争气的，就有糊涂蛋遮罗，您碰上遮罗了怎么着？您跟他们生真气儿去，哪一家不出一个两个的混蛋糊涂蛋呢、嗯、哦，生一个是岳飞，又生一个李白，哪有那事儿啊？少，这一家子里头啊，不出秦桧，不出西太后，您就认便宜吧。嘿，哎呦呵，哎呦呵，哎呦，行了行了，老三呢？老三干嘛去了？嗯，老二结婚，他真不露啊，他追上大西北了。嗯，上西北，
奔西北跑，非让他媳妇儿给他登了不可。您胡说什么呀？我胡说，他媳妇儿靠人儿。终因劳累过度，举着葡萄糖瓶子从大西北回来了。丁老师啊，您这样输着液接受我们的采访，这让我想起了老师年间的大禹。这大禹为了治水啊，是三过家门而不入。您呢，要不是让痢疾给放躺下，断不会这么匆匆忙忙地赶回北京。我得代表我们广大听众，祝您早日康复。谢谢。谢谢。大西北贫穷啊，你们知道西海固地区衡量一户人家贫富的标准是什么？是看这户人家有没有水。如果这户人家有几窖水，那就了不得了，大款了。嘿，你们吃什么呢？方便面吗？我怎么闻着是卤煮火烧的味儿啊？你给我来一碗成吗？丁老师啊，今儿的采访就到这儿了啊，再见。卤煮火烧您都录了？没录，没录。丁丁丁，丁哥，跟你说一声，你可千万扛住了。什么事？嫂子，嫂夫人，在逗乐餐厅，跟一男的。我听到你心里老虎了，你可别跟武松似的拿把单刀，嫂子可不是潘金莲。妈的小娼妇，我上餐馆我捉奸去，我到那儿我就周桌子。哎，这成。周桌子动静太大了，我扯桌布怎么样？哎，这也成。我完了怎么样？瞧着吧。瞧什么瞧？你们俩这个不吃人类的狗食的，我叫你们，我叫你们，我叫你们。大姐。这谁跟谁呀、啊？这是弄得还挺热闹啊！你死哪儿去了你啊？今儿什么日子呀、啊？你知不知道、啊？什么日子呀、啊？明儿谁结婚的啊？你哟哟哟！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我就没见过妈发这么大的脾气啊！她把东西全给糊涂了，连你的棉毛裤都给扯了。哎，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把妈给气出个好歹来，我可跟你没完。大姐，您就甭说这个了，赶紧拿个主意呀、啊！哦。这会儿你没主意了，你早干嘛去了？你我上人那儿挑吗？顺者为孝啊，懂不懂？趁着这会儿啊，他还没醒呢，啊、去先洗个澡，推推头，哎，顺便呢再买条棉毛裤，哎啊，有钱吗？有。哎呦，妈！妈，你还知道回来呀你？妈，要脸的，四十多岁的人，让我跟你着这么大急？妈，您甭着急，您先坐这歇会儿。大早晨起来，你端个锅干嘛去？我这给您端炒肝去。端炒肝不快走，你非到最后给我盛锅底子。嘿，甭拿锅盖，甭使锅盖，让你妈吃凉炒肝。吃了个老不死的，省一天到晚挨这儿给你们丢人现眼。妈，您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他们哥俩那么有学问，让您给说的，跟那比猫鼠似的。乐，刚才你爱误了跟老二说那话，我早听着了。我你啊，两面汉奸，对，我就是汉奸，卖国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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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丫头，哎呦，妈，哟，你找谁呀、啊？你走错门了吧你？啊，谁是你妈呀？你有妈吗？今儿什么日子呀？他想起他妈来了。半年我见不着你面儿，是哥几个里头我顶不待见你。我为什么不待见你啊？天底下你最不着四六的东西。这是干什么呀？你这人在学校大小也是副教授呢。别说你是副教授，你就是校长，我瞧着你不顺眼，我该骂也得骂。在您面前我是整不出一点威信来了。丁副教授，您今儿怎么一人回来了？您那漂亮媳妇呢？哟，让人给拐跑了。您不是丁的坎
吗？您今儿怎么不演戏？他跟人家跑。别哭了，有妈呢，我小孙子呢，让他给带走。小孙子都让他给带走了。哎，什么动静啊？妈妈，了不得了，咱们家的南房塌了，那是我老二的新房。妈，妈，合计小月娶一回媳妇儿，他一间房，他一间房往简易楼里挤一户，这回倒好，房子一塌，新媳妇儿自己先跑了。大妈，您别着急，实在不行啊，咱们再上简易楼。老天哎，您可都瞅见了，麻烦您有功夫提大妈向上头反映反映，谁把这片破房给大妈拆喽？大妈给他上万民伞。妈，我两房儿媳妇儿，我两，我这些孩子们，我成天见骂他们不招死溜，可你知道啊，那纸沙子呀，倒腾家具啊，那都不算是不招死溜哎。但凡家老宽敞，我这两房儿媳也断不会掉头就走。老天哪，你可得给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五十万平米高层住宅楼的竣工，本市已有150,000户危旧房居民喜迁新居。从西城区的小后仓、东城区的菊儿胡同，到崇文区的东花市、宣武区的牛街，可以说十年微改，硕果累累。岁月如流，短短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雄才大略的何老太太，也和历史上所有的巾帼英雄一样，终因操劳过度而一病不起。何府上下已经感到了某种不祥，遵照老太太的嘱咐，孝顺的儿女们为她换上了早已经就准备好的装裹，现在披挂整齐的老太太就等着咽下最后一口气儿而返驾瑶池了。对不起对不起，那边那边干嘛呢？老太太病成这样，你们控什么样子？不是，这这不行，这老老天，老天，电视台的排民俗。电视，圆圆，圆圆，他大姐怎么样啊？够呛啊！3天了，水米不沾牙。昨天早晨把医生给换好了，您瞅瞅，老这么合着眼睛，就跟睡着了似的。我看呐，不是今儿就是明儿的事儿了，留下话了。一切照老规矩办，听见没有？一切照老规矩办，行不行啊？吉祥，妈有规矩。哎，妈，妈，妈，您干什么？妈，你刚说什么？别吵了，没听清楚啊？妈说鞋吉脚，麻利的，去买双大一号的。哎，去吧。哎，大姐，买这千层底儿的，上这老店是同声和呀，还是不？不迎债，鞋不可脚，我不。不迎战，不迎战，旁边的啊，大姐，送你点儿。你怎么来了？来看看，老太太这么多年也挺不容易的。你要真想看她呢，你就站得远一点。你看，她也是有今儿没明儿的人了。对不住你了啊。妈说一切都按老规矩办啊，按老规矩办，咱是满人呢，那老人得送回老家，得土葬啊。您想想啊，一口棺材两坟墓，一个像样点的坟头怎么也得半亩地吧？全国每天死多少人啊？都土葬，那得浪费多少土地资源呢？那你说说怎么办？你们别觉得我不孝顺啊，我
着的人和将要出生的人，这才是最高道德。咱为什么住的这么窄呗？人多愚昧。姐，我有一招你听啊，我打算在恩格贝沙漠建一座陵园，我安葬一个人栽一棵树，安葬一个人栽一棵树，这样既绿化了环境，又节约了土地资源。这恩格贝在哪儿啊？北京乘火车到包头，包头乘俩半小时汽车，才78公里到了。哦，你把妈给发到蒙古去了？内蒙，内蒙。你问妈去吧。干妈，你哪能这样？您说想拆迁盼拆迁，好容易到今儿了，您弄这么一出，大伙儿的心里得多难受啊。干妈，咱们娘俩不是说好了吗？等拆完迁住上新房，到那时候我也退休了，我和您每天早晨咱们先到天坛拿个弯，您说孩子大人盼着住得宽敞点儿，住好点儿，盼了多少堵车，为这点事办了多少。大姐您看这是不应该的吗？没，是不应该的，我们怕妈不信，这不专门开了张发票。我可告诉你们，妈可有灵验，你要是买错了地方她可不走。没错，你快问她试试，来试试。爸，这鞋呀，我和老二打不赢斋给您买回来了，您瞅瞅，这可就是那张发票。妈，我们真舍不得您，您走啊。妈，您说您走了谁疼我们呢？行了，别哭了，过来。妈这一辈子办事干净脆的，今儿个拖泥带水的不走，这心里头准有事儿。事到如今，我可做主了。不是您说，去，把妈盛的急救药盒拿来。哦。大姐，这我们呢还指望着您带我们逛场店去呢。来，慢着啊。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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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憋着把我饿死。我坐起来。来，慢，慢点，慢点，慢点。妈，妈。你想吃点什么呀？我想吃点什么呀？那大八件小八件给我预备了吗？这赶紧把那柜头上点心匣子里那桃酥拿出来让我点吧点吧。哎呦，穿的什么褂子？这是这么寒碜！哎呦，还绣个大花儿。哎，给您。妈。哟，这穿号坎的这是谁呀？这是。这脖子上还架个机关枪。这是小赵带来的摄制组，专拍北京民俗的。大妹，您是老北京了，您对咱老实年间传下来的嗜好规矩都有什么看法？你就说这核桃酥，那核桃仁挨哪儿呢？挨哪儿呢？都叫那大师傅做点心时候给偷着吃了。厨子不偷，五谷不收，老实年间那桃酥，咬一口，整块桃酥碎手里头。现在，哼，硬的跟盖火片似的。哎呦！别照老太太说话。大妈，您喝口水压压咳嗽。啊，
老田啊，走吧，走。大妈，您听我说，我们家遭了这么大的难，我瞧出来了，你帮不上忙。大妈，我跟您说啊，我瞅见你，我闹的啊。妈，大妈，大妈，咱。您盯着点，大妈，拆迁办中午来人，我得去。哎，丫头，把柜头上你爸爸那照片拿来。哎，哎，老话说呀，交头生，惯老生。你是头生老大，妈，您最疼我，可是我。嗯，你是老生老小，我老惹您生气。哎，哥几个里头，妈丁叔伺候你伺候的多点儿。您都是为了培养他。老话说了，包边的是买主，天底下。最疼你们的还得是妈，我们知道，平静记着你妈的不是。妈，您说什么呢？我们瞧着您呐，我比那宋庆龄都顺眼。哎呦，嗯，瞅瞅。你们爸爸大号何宗奇，年轻的时候人物漂亮，嗯，哎，他们爸爸这人呐，特好干净。多咱一进了这院门，这就解窗根，抄起把胆子，脚腿顺生，乖的来乖的去，且爱那乖的呢。他们何家祖上是丰润人，我16岁生就嫁到何家，转年冬天我生了老大，这底下一溜7个。最后人就落下这4个，我39岁生，他爸爸就走了，我守了40年的寡，最难受的时候，哎，就是他爸爸走那阵儿，临死前落下话了，告让给送回老家去，哪儿那么容易呀？你男人死了，何家破败了，你一寡妇带着一堆孩子，人都是势利眼。甭管多难，我把你给送回去了。多增我到你那步，我可不给孩子们添那么大的麻烦。宗奇，我对得起你们何家嘞，这么些孩子我都拉扯起来了，我一个人儿都把他们培养成人了。你这招着这要带我走呢，没住上新房我哪儿也不去。哼。
目破土动工。这项工程将使3055户住在危旧房里面的居民改善居住条件，将使近万名百姓圆了安居梦。一大早，曾经居住在金鱼池小区里的居民们兴高采烈地聚集在一起，庆贺这项让他们盼望已久的工程破土动工。根据市政府第19号文件，他们只要交纳平均每平方米2000元的房款，就能够住上属于自己的好房子。比较起曾经没有厨房、没有上下水、几乎共用一个卫生间的艰苦环境，即将建成的微改小区方便优雅的条件让居民们欢喜不已。根据规划，新的小区不仅住起来舒适，而且还建有一系列的配套设施。设计者根据金鱼池的历史特色，在小区的中央恢复了明清时代的金鱼池，而且还利用北高南低的地势，使小区北侧水池中的水通过一条曲折的小溪自然流向南边的金鱼池，使这里形成了美丽的景观。同时，新的小区还建有停车场、学校、社区活动中心、医疗中心等功能性建筑，它们将使这里的居民生活更加舒适。这是北京台报道的。今天的金鱼池微改小区工地充满了节日气氛，笑容荡漾在参加奠基仪式的居民们的脸上。推倒昔日龙须沟危旧房屋，建设今朝金鱼池美好家园的巨型条幅高悬工地两边。金鱼池危旧房改造工程是市政府确定的崇文、宣武、丰台三区五片微改项目中最受注目的一片，也是北京首例最大的以简易楼为主的微改项目，是市政府为加快居民住房改革制度、推动旧城区尤其是南城地区改造的新举措。居民代表齐殿武在开工仪式上的讲话表达了金鱼池地区几千户居民的喜悦心情。在全市人民庆祝北京申奥成功之际，由政府组织、群众参与的金鱼池地区的第三次改造拉开序幕。市领导对金鱼池的改造十分重视，曾多次指出要满足人民改造金鱼池的愿望，并以此推动全市的危房改造工作。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亲自审查规划设计方案，要求把金鱼池地区建成环境优美、布局合理的新生活区。改造金鱼池的同时，保护和恢复历史风貌也是我们肩负的历史责任。这是北京台报道的。金鱼池微改工程。大姐，早了。贾老师，你看这搁哪儿啊？啊，
先往这儿倒把手，哎哎，小心别磕着、啊。哎，好了好了，赵哥，我马上就回来。哎，你们老师，不是，毛子，几年没见，真成了精了。赵哥，牛大了，哎呦，全欧洲平摊了。哎，算卦的说了，用不了多久准红起来。哎呦，回国办画展来了。这么说有了钱了？眼下还没有。算卦的说了，眼瞅着就红起来。哥们狠了狠心，赌上一把，不在铁道上倒来倒去，跟贾老师当跟包了。明儿啊，现在，咱们说现在，现在您不是还没钱呢吗？哦，饶是你窟窿敢回国来办画展啊？有出钱的主，有出钱的主。贾明长能耐了，傍上一钱柜，一老娘们，打八几年就往东欧倒东西啊，华沙、布达佩斯、索菲亚，餐馆就十好几个呢。真的，哎，来了，有手腕，没两天就把贾明给拾到利索了，哪儿都好，就是腿脚不太利索。我瞧那两步走，好像俩腿不在一边长。不，从本质上说，应该是道路不平。其实，生活就是这样，深刻，真他妈深刻，赵哥。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没事把我发欧洲去，有好几回我这兜里就剩几毛钱了。艺术家，孤独啊！贾明，混成李嘉诚了吧？老铁，挣钱真不容易，哥们把自己给卖了。啊，老铁！新房我住进去了，累了我就挨阳台上歇歇靠靠，老爷照着我身上热乎乎的，打开那水管子能吓你一大跳，热水我刷60多年碗我没使过热水，老天哪，我得怎么谢谢你。大妈，您别谢我呀，我又给您变不出房来，那是咱们政府给咱们老百姓盖的房。政府是谁呀？他总得是个谁。我说我过去我谢谢他，在我心楼你就是政府。大妈，你不是头顶国徽代表政府吗？大妈，不是，没错啊，老铁，没错啊。这几天我心里一直憋着三个字儿，不好意思说呀。说吧说吧，怕大伙儿笑我肉轱辘肉麻。可这仨字儿老想解嘴往外不说呀。你就仨字说。你急死了。感谢政府。各位来人，欢迎回来，欢迎来人。
今儿这酒我喝，我不但喝，我喝我还就喝高了。来来来，赶紧的，我们把酒杯倒完了，对，来举起来，谢谢老铁，咱们得感谢政府。老街坊们都住上新房了，照说这是件喜事儿，可这心里头啊，还真有股说不清的滋味。打这么高啊，打这么高，我就在这片的小胡同里爬。今儿这一蹦子我可不进呐，我是打东单王府井我走着来的。王府井步行街不认识了，西单小二年我没逛西单了，到那儿我就转了线，甭说我，谁到那儿都得转线。还有咱们这儿金鱼池，这趟大马路这宽敞，这赫亮，小区起来了，我也该退休了。还有咱们算式口把角正翻建那十六号院，大伙儿知道了，那是曹雪芹住过的宅子呀。上边批准了咱们的意见，说让十一中啊挪挪地方，要恢复药王庙。咱干的那点事儿，那不是应该的吗？咱们头顶国徽代表谁呀？